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活动，我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活动，但是今天呢是我们进食的一天半两天，很希望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加油。现在的我是在万国祷告山的洞，换个角度，太暗。要来祷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只有我跟上帝知道，所以让我安静的祷告吧。这一个万国祷告山真的是上帝赐予的一个地方，哇，来到这边呢就好像是一个天国一样，所有的人都一起聚集在这边，然后一起同心祷告。 His way is your way. Alright， 亲爱的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来保血洁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圣灵来运行，求主耶稣你赐下你的灵火来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汤白开水了，很热水。祝福新马团队，你们回去每一个教会得着上一代、这一代还下一代。阿门，阿门，感谢主。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以前我都说可以等待上帝，我说上帝我不能等，因为我已经70岁了，再等下去日子就没了。我以前讲10篇道，现在讲1篇道胜过以前讲10篇道。 Peace， 大家好，我是 Ryan 宝宝宝。现在的我就是在万国祷告山，韩国知名的教会，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坟山上面拍下去的景点，超级的，你们觉得呢？ Let's go。现在的我们呢就从祷告山然后下来，要找7-Eleven， 所以刚才我们跟的那个 security 有讲了一些话，很奇怪，因为语言真的是很难沟通。Kingdom and power and glory for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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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差不多要看到了，看。啊 ，Yes。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GS25。哦，有。走了3公里啊。有三个没有啦，1200公里而已。是。哎，不是不是，1200米。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在那边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那边。一个小时。我不感觉好像一个小时。不停断。不停断。一起跳舞，一起唱歌。是来韩国的第三天 ，Let's go。有一件事情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就是道理，然后另外一个是真理。道理好像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改变，但是真理呢，它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不变的、真实的，那个是真理。道理呢，嗯。聚会结束了，到现在呢已经快要一天的时间，我没有网络信号的，就算有了 story 也 upload 不到。后来现在的我回到了宿舍，已经很累，早上五点就醒来，现在2:15就要躺一下，不然的话今天晚上，而且已经进食第二天半了，有吗？一天半啊。哦，一天半，已经进食一天半，很累，睡觉。预备，他那边一瓶，在那边坐着不知道做什么。给吗瓶？现在的时间呢是4:30的时间，刚才从房间然后小睡一下一个小时，现在来到了这个公园 One Way。check it out， 然后来这边拍一些照片。这一个 cam 啦，看到很多的人都在这一边外面拍影片、拍照，嗯，就是花园里啦，还有那边有人拍 video 的 check it out。在这一些需要当中，我们就发现到，其实我们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有更多的爱，同时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的生命。在这几天的这一个聚会当中，我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之前还没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万国祷告山或者就是在韩国这一边你会经历什么，因为你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上帝都无所不在，所以你不一定是来到韩国你才能够经历神。但是自从如果你有去到祷告洞，或者在聚会当中，或者是在24小时的祭坛当中，你会发现到这里的人群，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不用讲很多的话，但是你只要看他们的行动，你就会发现到只有神的工作才能够把人带到这里。我很欣慰这一次有机会跟着牧师，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一边，然后一起来经历分享关于这一些的路程。 Let's go， 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All right，没有拍大卫，这两个人哦拍这定情照了。什么？哇！这个是他掉第二次了，第一次没有录到。已经聚会完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昨天我有到过的韩国的 7-11， 因为我们解禁了，所以 Let's go。 哇，对不起啊，我也不分不清，我们下来 GS25 是隔壁，我来这边看看。 Let's go， 两个西班牙的美女，两个门有，结果我们还是过来选择吃这些。刚才我
们点餐的时候我们就是故意点的，然后我们就是乱指，然后就是这样指指指，然后就是这样排。OK 了，多少钱还不知道了，所以等一下来付钱。现在我们先吃，我们都饿了两天了。来拍个照啊，这样。哇，好喝哎喂，好喝，你看。我近视两天，我最担心的是我的胃，等一下讲，等下治疗再打算呢。我们已经吃完，肚子很胀，因为近视两天，第一餐就这么 heavy 了。好嘞，还有很多蓝菌还没有吃完，肚子很胀。刚才我们吃的食物呢是6000韩币的，坐隔壁的比较辣的呢是7000韩币的，那一边呢就是那一个价钱。哇哦，全部是韩文啊，真的是看不懂啊。我们从刚才的 GS25 出来，转右边，直接往这个方向走，大概走了20分钟。哇，太远了。然后这个是杂货店，我们已经到了，但是这个，哎呀，其中一个为什么会走那么远的原因，因为我们被骗过来了。哎呀。走了半个小时的我们，哦，原来是到了另外一间的 GS25。劝以后哦，如果你们来万国祷告山的话，你们就去那一间 GS25 就好了，不用走那么远。马上回来，等一下我们吃豆。一个到，我们还有。我们走很远哦。哎，美女，有平，要不要一人一半？我还有加热的吗？可以再忙回去吗？要不要一人一半？不要美女，哦，很多哈。哦，对 ，OK。哇，那是 strawberry 的味道。好吃，哎，哦，哦，对，哎呦，我都不知道搞了，给那边推，好吃，来，来，来，谢谢瑶。哇，这个真的是有烧烤味的味。终于我们走回来了，总共我们花了25分钟，5分钟哎，走下去跟他们讲，再来，哇，这里还是很多人。好，来，来，真的很多人。OK， 我们现在回宿舍了 ，Let's go。哇，OK， 一口，都拍你自己压好。哎，是好是。我帮你拍。这边水分。哇，对啊。哇，它的外面有一层东西。太干了，大。不错不错，太大。